众准备迎接比赛，我们也给两队加油的声音。比赛开始，在场上身穿紫色球衣的就是 OK 魔方队李阳、CJ、特伦特、张志源。在现在湖顶的三位，看看拆进来之后漂亮挡拆 ，Nice！ 张志源暴扣得分，背！张志源为 OK 魔方暴扣开局 ，OK 魔方开局就打出了气势。蓝队这边，米兰、白金、阿卜杜拉、Killer 以及庄战，这和他们在上一场派出的首发一样。来，蓝队这边，白金的冲击造成对方犯规。二一号，阿卜杜拉，在这场当中，他要面对李阳，李阳也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劲的高水平的球员。米兰在篮下两分打进。哎，张志远，你别抢球啊！现在比分二比二。Horse，Here。看看拆进来，又是张布贝 ，Big Block， 来自米兰一记大帽。好在斯昆抢到球，球给到 CJ， 继续组织进攻，转移来到杨振。杨振以及极限的飞跃拉杆来到4-2，阿卜杜拉 Zipper 野兽护卫队球权，现在野兽护卫落后两分，白金来控球过半场， CJ 在前端防住白金，这边庄战再叫低位 Killer Post move转身打这下，哦，米兰跟进点中，米兰在篮下的连续弹跳和嗅觉非常出色，4-4平。Hey, keep running the ball！ 找人 ！CJ 快速将球运过半场 ，CJ 再拆给张志源，再找到杨振突进来 ，foul， 罚两次，罚球。杨振第一罚中 ，Simple pose，Simple pose。OK， 莫方5-4。杨振的罚球也特别有意思，罚球不站正中间，站在两侧。白金这下没有看到身后的李阳，不要忘了李阳在 CUBA 当中，在抢断方面独树一帜。杨振再下两分。杨振在比赛当中进入进攻状态非常快，个人拿到5分，他们也太流畅了吧，都是专业的。7-4，刚开局李阳作为后卫很好的串联起了球队。Golden Pose Big Bang， 阿卜杜拉，喂，来自西北民族大学，这一下他忘了自己面对的是一个 CBA 的高水平球员。这样的一对一，阿卜杜拉不允许你有任何一点的怠慢，这就是代价。哎，你太强了！9-4，分差一下扩大到5分，米兰将球运过半场。防守！庄战，看看王林用节奏来打，漂亮！ Yes, ma'am。庄战也是在 CBA 选秀当中被福建队选中，扭脚，6-9，李阳，看看观察之后，这一下转移找到 CJ，No，CJ 在右侧的三分位中 ，Let's go，drag， 阿卜杜拉再次面对李阳，这次又是差点失误，这得淡定一点，白金。看看突破 ，foul 犯规，野兽护卫队6-9落后3分。
可惜第一发没中。第二次，林阳过去打拇指，两罚中一，现在野兽护卫队落后着两分，9-7，又是林阳，在中间 CJ 转移球，看看，来到司坤这边传球出来，碰了没有？没碰到，球权判给了蓝队。防守，这次也是一次算作 OK 魔方队的一次进攻的失误。白金，这次进攻1-1是他的长项，再造杀伤。非常好。白金在自己球队无法打开局面的时候，他就是那把尖刀。Normal defense is getting spacing. He cannot just catch a shoot. Okay, just one half meter. Normal defense. 两次罚球，如果两球都罚进，比分将打平。第一罚未中。Get it up. 第二罚中。现在8-9，两边一分差距。李阳，基地给到 CJ 再转，这下传球有点危险。前场球，换上香志超，换下司坤，香志超，华师的关键先生香超巨，这边 CJ 看看，转移球，找到香志超，但张志源在中间没法拿好。自己还能拿回来，时间不多了，进攻时间到。这次让野兽护卫队防成了一次24秒，现在一分差距。野兽护卫队庄战，把球给到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今天面对林一阳，过任务重。白金，这下再找米兰的掩护，看看白金给到米兰，再转远端，庄战笑面虎出手。这一次断了一点，前场跟进非常快，小志超漂亮。这一次球领人的快攻机会，小志超不会浪费，两分拿下。11-8，小志超在全场方面也是一番好手。阿卜杜拉对上李易阳，第一次身体的依靠没有获得优势，变向之后拉开空间。找到 Kayla 的掩护，在肘部击停中距离，被盖了。CJ nice block， 杨振再给 CJ， rebound 跟进，漂亮。又是香志超，欧洲魔方领先5分，现在已经来到13-8，在 OK 魔方这边5-5的登场，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场上的强劲的实力，白金这下给到 Kayler， 再转，庄战还是选择突进来，抛投尝试短了，张志远保护下篮板，看看前场再找到 CJ， 前场的2-3，看看要等队友都回来，落到阵地进攻来打，挡拆，这里手找到林阳，挡拆，毫无疑问，林阳是在球队当中场上绝对的核心控卫，1-1，没问题。阿卜杜拉面对的是李易阳，是 CUBA 最好的后卫之一，而且现在他已经是一名 CBA 球员了。15-8，领先来到了7分。Motion！ 野兽护卫队得顶住压力进行反击啊！现在情况非常不妙，他们要防止分差被越拉越大。Kayler drive the basket, nice.犹如猛兽出笼，打进一个2-1。面对如此体型的球员，杨振也很无奈。Taylor 的这一球帮助野兽护卫止了止血。CJ， 换人，菲利普 ，You got the badge。Yeah， Abdullah，
一定要防抢断，一定要防抢断啊！他盯得很死，非常重，用身体扛的。果然，马布里教练在对后卫线上做出调整，让丁超，我们的丁超巨来到场上，还有康康 ，Killer 的罚球 ，One Shot。一发中，二加一打进，牛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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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分15-11，逼着就行，别断球，逼着就行。李阳，对，把控着场上的节奏，他的球队的进攻的发动机找到杨振，这次机会，杨振弧顶三分，投短了一点，刚刚收下篮板，给到白金，白金在观察，看看白金寻找队友的掩护，右侧，再给到丁超。这次想直接突李阳，李阳再次展示什么叫做顶尖控卫，杨振，哇 ，Let's go，Let's done， 杨振点燃现场，李阳从身后抢断丁超，一记回头望月将球甩给杨振，杨振暴扣得分，东南霸主点燃现场。李阳好几次关键的抢断给了我们很好的反击的机会，我相信他在未来 CBA 赛场上依然是非常耀眼的一颗星星。哎哎 ，motion motion motion， 哎哥，17-11，杨振个人已经拿到了7分，哎 ，Killer， 哦，又是失误。还是李阳，李阳起码已经3次抢断，再给杨振再上2分，又是李阳神出鬼没的抢断，这下助攻杨振打进2分，好球，好球，好嘞好嘞，参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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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啊 ，Beast Guardian， 参谋19-11，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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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Look, you gotta take care of the basketball. 哎，球要保护好。白金 got the basketball. 白金拿球。对 ，Keller's right there. Keller 在这里。Kong Kong's right there. 在这。Right. 白金 got the ball. 白金在这。Right. Milan's in the post. 米兰在这个地方。If you throw it into the post, stay. 给米兰。Right here, just go to the basket. OK, 可以切。But if you make a reverse dribble, you just gonna pick that guy. Gonna pick that guy. Gonna come right here for a shot. 白金转身给那个人。我们现在换2-3联防，李阳、菲利普，然后张志源，然后那个向中超，向中超在这儿，然后杨振啊，正常的就有联防啊，但是让你们你要知道谁是投手，丁超可以投篮，然后白金呢，他是你给他很大的空位他才会投，对上他的时候就是说要给他一个保持，就是说比如说半米的距离控制他。他是突破为主，这三个人要把这个区域的篮板球拿下来，这两个人要把罚球线的篮板球拿下来，拿下来以后我们坚决打快，他们两个大狗跟不上我们的速度。一起，来 ，one two three， 好 ，come on，one two three，take care of the ball。来，我们把加油的声音给到两队，来吧 ，OK， 鹏鹏。野兽护卫，野兽护卫能否顶住压力追回比分，或者莫峰能否保持优势扩大比分领先，第一节还剩3分钟，两队8分的差距，现在持球的一方，进攻的一方，野兽护卫队11-19落后8分，白金8号丁超，这家转移差点让李阳又给判断到，漂亮，这次内传内，好的，Killer 给到米兰的内传内的配合，现在19-13，现在持球的一方 ，OK， 魔方队6分领先，这就是李阳在后卫控卫这个位置上的能力。李阳罚球，李罚没有罚中。一次 ，last one。第二发命中，20-13，7分的领先。现在持球的一方7分的落后。这下孟胜林再转回到丁超，看看丁超。
再找到孟成林，还在外线的不断的传导 ，Keller 的掩护，这一下让 Philip 来上来把球破坏出界。Ten seconds， 协防协防协防 ，Keller 转移停超的机会 ，OK。超巨表现，丁超投进本场第一记小分，分差只差四分了。哇，这个丁超太可怕了！20-16，三分命中，追到四分差距。挡拆，挡拆，李阳这次来面对丁超漂亮的传球，哇，一碗！你们看到李阳的传球了吗？他就像一个魔术师一样，让球队的进攻端产生奇妙的变化。他传球真好啊！黎阳打我们跟打小孩一样。黎阳简直掌控了这场比赛，他的双手充满神奇。一次发球，张哲源加罚未中。野兽护卫队拿下篮板球，还有1分钟 ，1 minute， 什么？过，1分钟时间，野兽护卫队还能追回多少分？再转移，孟申林交到 Keller， 不断的传导，漂亮 ，Milan for two， 各，我们那个点真的无敌，18-22，追到四分差距，上手 ，pressure。Philip， 丁超逼他，基地交到 CJ， 再利用掩护 CJ 转移，看看在左侧空位三分球，Airball 出界，球权交换 ，Come on， 对，30秒的时间，现在四分落后，中间，孟申林这球直接传给 CJ，Yes，CJ。到底是扣还是上篮？没关系，两分有了就行。没关系。24-18。这是第一节的最后一攻。丁超，哎呦，再转移 ，foul Philip。OK， 末方队。团队犯规累计犯满，所以这一次侵犯对方，对方球员丁超将罚球两次。第一罚没有罚中，加油！第二罚中，最后的9.4秒，给到 CJ，CJ 背后运球，在左手加速。看看 CJ 一条龙 coast to coast， 但是这球离近还差远了。第一节比赛结束，24-19 ，OK， 末方队领先5分，结束第一节，两队请休息一下。很好。第一节我觉得我们对防守反击的一个特点打得非常好。那么从一开始大家抢到篮板球以后的这种反击，我们得到了很多快攻的这个得分。然后在李一阳就是压迫后卫这一点，他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好，很完美，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开局。It's okay, we good. Hey, it's 2 halves of basketball. 就两个球的差距，两个半球。They have, this is our half. Superstar, you gotta know, right? 你要记住一点。Remember, if you hear, wings.You guys can start up high. 你们一开始位置高一点，这样的话传接球失误率就会低一些。Right, guys, keep coming, don't stop. At the big set the pick, keep coming. 所有的后卫都不要停球。Right, this middle guy, Milan, you was over here, then you came late. 米兰每一次过来都晚。You can start inside the middle already. You don't even got to wait. 弱势防守的时候，你们弱势人可以一开始就站在篮下。And you can meet that big then bump him early and then get out. 你们一开始防守的时候，弱势人就站在篮下，不要给他们下顺打这种激励球上篮的机会。OK。我们现在就是下半场开始先守盯人，反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机会，大家早点出球，啊，早点出球，比如说突破进去，早点出球出来，其实外线有很多就是可以投篮 open 的这个机会。总体来说，是上半场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如果还是两大的话，是还是我们首发，我们的首发先打啊，思坤首发先打，没关系，哎，思坤出机会也就是机会投，还有那个向上也是，
出机会投啊，干那么好的机会，你不要就是对自信一点，好不好啊 ？One, two, three. Okay. Together on three. One, two, three. Come on, 10 minutes. Fight, fight. 来准备，请球员登场，我们将继续第二节的比赛。到底是领先的一方欧可梦方队一路高歌拿下比赛，还是野兽护卫队力挽狂澜反败为胜？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也给野兽护卫队来自加油声，野兽护卫队加油，野兽护卫队。第二节比赛开始，球给到低位 Killer 有体重的优势，这一下漂亮，这是 Killer 必须在场上发挥出来的优势，在低位来打，比分来到3分差距，现在24-21。CJ 也是之前天津先行者队的外援，杨振在左侧的3分没有命中，这是一个破纪比分的很好机会，白鸡 foul， 罚球。白金再次拿到罚球的机会，两次罚球，好球好球，底防命中，继续追赶比分，22-24。Come on, gotta cover the deep。第二罚明显短了一点。杨振牛角，杨振两分球，牛角，两分球的差距。李阳继续在场上挥斥方球，指挥全场。这一下看看右手抛，喂 CJ， 可惜了。阿布拉，阿布拉，这次进攻 ，You gotta go under。在场上，阿布杜拉、白金、庄战、米兰以及 Killer 又是断球。哎，但是李阳这次两分打中，还有一次加罚。You got the point. OK。加罚中，27-22，刚才已经追到2分的差距，现在又到了5分。庄战 ，Stop！ 来自前厦门大学的队员，现在也是被 CBA 选秀选中。这边不断的让白金来接球，一个左手的 hesitation 突进来，跟进，漂亮。Yes！Get back！Get back！ 来自米兰，米兰非常聪明，在第一节比赛就多次跟进的二次进攻的补篮命中。27-24，再次给李易阳，看看李易阳找到右侧斯坤的机会，哦 CJ， 但这个篮板白金拿得更好，又是李易阳，李易阳在场上把这儿变成了自己的游乐场，你还能怎么样称赞李易阳在防守上的表现？这个球场就是李易阳的游乐场。来自李易阳和 CJ 的配合，下半场一开始双方就火力全开，29-24，白金冷面刺客给到庄战，庄战也是李易阳在厦门大学的队友，这一下犯规，杨振的犯规，上换人，换人，换上打铁柳阳杰，白金突一步进来之后转移找到庄战，再给白金，看看这一下没有投，5秒时间再找庄战3分机会，投大了一点，哦米兰 nice rebound， 再给到白金10秒 Killer Killer 的背身打打铁柳阳杰，这次明显投长了，哦又是米兰，把掌声给到米兰，他从哪出来的神龙桥，不断的冲击，这是他在场上努力的表现，张志云24-29，野兽护卫队落后5分，米兰将罚球2次 two shots，
第一罚没有罚中，掌声也给到米兰，米兰已经为球队拿下了十分，加油！对，第二罚中，现在29-25 ，OK， 魔方队领先四分，二。李阳基地给到 CJ， 看看在左边这下，哇！米兰又是关键防守，遮天蔽日的大帽把 CJ 拒绝在篮筐之下。看看打铁面对两人，左手上，球进算。很激烈啊！掌声送给野兽护卫队的各位，好样的！27-29，再追两分。Foul， 犯规，55，拉手，交上球。Name， 李阳，你喊战术喊快的哦。杨振，边线发球，掩护，给到李阳。这下白金的压迫有效果，好，为野兽护卫队拿到这次进攻球权。换人，斯坤，配，换一下斯坤，换上向志超，走，现在27-29，持球进攻的一方落后着两分 ，Keller， 这是个好机会，第二次再攻，继续。前场球 ，David Corner， 哎，五个人抢篮板，他们还有一个完整的14秒的进攻的机会，掩护，两个掩护之后没办法接球，再给远端 ，Killer 再找到白金， David， 这次能否扳平？白金个人能力，张志远这次盖帽的影响，拦下对方进攻，李阳给到 CJ 没拿好，但是能把球传出来，香志超。篮下，李阳这一次太可惜了，球落到了自己手里，补篮没有中。打铁，观察，给到白金，两位来自路人王的球员。白金，看看刚才那次机会没有把握住，这一下选择给到队友 Killer。再打杨振，大打小，打谁都是大打小 ，Foul。换人。现在 Killer 拿到罚球机会 ，two shots。一罚没有命中。Come on！ 第二罚命中。Yes， stop！ 换人。两边都换人。我们再来给他们加油，首先是 OK 魔方队 ，OK 魔方队 ，OK 魔方，李阳控球，算上打铁，已经是马布里教练派上了第三位不同的后卫线上队员来对阵李阳 ，Foul， Come on， 不要抢断 ，Play solid defense， 拉链 ，Zipper， 点点球，看看李阳。观察，这下再给，哇，这下找到 ，Squin， 但是打铁断得更漂亮，打铁往前推进，看看要找人，这下选择出球，远端给白金，再给中间康德，造成犯规，有经验啊，康康在篮下拿到罚球机会，这是一个反超的机会，两次罚球。掌声鼓励一下康康，第一盘没有命中。两罚都没有命中。哎呀，康康呀，太康了。两罚都没进，太可惜了。看看李阳，找到斯坤，斯坤在左侧。看看要带出来，把球给李阳。李阳观察基地，漂亮，这一下漂亮。李阳在场上声东击西，穿针引线，
带着队友往里走，给张晨宇、魏敏再下两分。哎呦，行了！来自球队大脑李阳和一木花语，双方打得非常焦灼。31-28，再次来到三分的领先。OK， 魔方队，白金叫低位，米兰，张晨宇犯规 ，foul， 罚球。Come on, come up, come up, pop, by the three, so you got a three-point shot. 米兰，两罚 ，two shots， 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大前锋。rebound。第八没有命中，来掌声鼓励一下米兰。米兰加油！两罚都没有罚中，在这关键的追分时期，这两罚太关键了，但是可惜没有拿到。柏林挡拆，哎，石坤。CJ， 看看 CJ 给到在右侧石坤。石坤展现职业球员专业高水平素养，接球越头三分命中，我算计了。Time out！ 马布里教练请求暂停。漂亮 ，That's okay，Come on！ 没事，坐。Smile， you here？ Milan， you here？ 米兰在这儿。Abdullah， you here？ 阿布杜在这儿。康康 ，you gonna go down？ 康康下掩护。Triple for 白金。白金打。Okay， you gonna come up？ Okay， you gonna hit？白金 ，You gonna pick？ 你传给 Smile 之后 ，Smile， you gonna bring the ball in the middle？ Smile 带球到中间 ，You gonna pick？ 三个掩护给白金 ，Right？ 白金 is coming out。白金到对侧的侧翼 ，Right？ If he don't have a quick shot， quick pick and roll。白金你投不了之后 ，Space out to the corner。Okay， we space out to the corner。Here and here， these are the areas。把脚上的位置占据。Okay， come on， pick and roll， Milan， cut， go to the basket。米兰掩护下顺。I call the timeout to go over strategy to give those guys another strategy for them to be able to go on the court to be able to execute on the defensive end and on the offensive end. 后面就是哎压时间，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有快攻，篮板啊，篮板下来有快攻，一定要就是追着打。防守主要是怎么样的？主要他现在就吃内线，吃内线怎么样的？我说了，就张晨宇，或者是谁对到了五号位的，早点绕前，啊，让他传困难的球，打那个 top pick and roll。你来打一次，你们两个站在脚上，李一阳，你可以在那个45度，啊，你可以在45度，然后随球移动，退防一定要快，因为他们现在追时间也是，啊，这儿，顶住，1-2-3，好，暂停时间到，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this side， 看看双方刚才的战术调整对战况有何影响，庄战也是李一阳在厦门大学的队友。看看庄战，这边白金，这球没有问题，白金再往前带，还有5秒，变向再往里，看看白金转身被切掉 ，good D，CJ 漂亮的防守，给到向志超，向志超再找 CJ， 给李一阳挡拆，李一阳是张振宇上来的掩护，看看李一阳减速，这次防下。白金的机会，1-1，白金靠，哎 ，Come on， 没有问题。白金在对抗之后，自己的出手也受到了影响，而这边篮下完全没人，再上两分。向志超贯穿全场的传球找到斯坤，而野兽护卫防守完全没有回来。欧克莫方再下两分。36-28，已经来到了8分的领先。Tapay， 阿卜杜拉 ，Tapay， 给到庄战，现在还有2分半的时间，野兽护卫队来到最困难的时候。米兰 ，Nice pass， 接下米兰声东击西，配合庄战2分打进，为球队追回宝贵的2分。暂停 ！Time out！ 暂停 ！OK， 魔方队的暂停。
他现在两个大个，一定要把篮板球拿下来，因为他现在怎么样呢？可能就是说两个大个顶住了，但是他外面冲抢的，对，全部都是冲抢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篮板拿下来，啊 ，OK， check this play out， Abdullah， Abdul， Baijing， Baijing， Smile， Smile， Malone， Malone， so when you gonna bring the basketball up？Right at the half court. 到了前场之后 you guys are gonna go stop short right here. You guys are gonna run hard speed hard across the lane. Abdullah, you're gonna fake this way and you're gonna go to the basket. We gotta get a score and a stop. We gotta get two stops and we gotta score twice. 两次防守要成功，两次进攻要打进。咱们 if you wanna get back in the game, here we go. Together on three. One, two, three. Together. 回到场上。36-30，2分11秒，野兽护卫能反超比分吗？欧可莫方会笑到最后吗？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就是灌篮第四季第一支追梦般的诞生。球权在 OK 莫方队这边，来比赛继续，球发出给到李阳。看看李阳是否能带队顺利的去拿下这场比赛。过掩护交给张成宇，机会并不好，但这一下 Killer 的犯规，好球！两次的罚球，啊，没事没事没事，底板没有命中，没事没事，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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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分37-30。再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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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上 OK 莫方队领先了7分，阿卜杜拉这突一步对抗，哇背！虽然这个大帽气势凶悍，但是裁判还是鸣哨，这是一个犯规。看看这一次追分的机会，阿卜杜拉能否把握？地方没有命中，掌声鼓励一下布杜拉。没事没事，加油！走走走走。第二发中，比分6分差距。现在持球的一方 ，OK 魔方队37-31领先6分。CJ， 这次用左手来打，漂亮。CJ 完成了一次个人进攻，收下2分。欧可莫方越战越勇，分差继续拉大，39-31，还有最后的90秒。阿卜杜拉这边要利用掩护 ，Taylor 不断的往上提，阿卜杜拉自己过掉2人，再给篮下。21号。阻挡罚2次，这下吹到了斯坤的身上，两次的罚球。篮板。第一发中，继续的追赶，32-39。第二发，刚刚篮板球掉下来，倒地抢，起来扔球。哎，张成宇这一下显示出一点樱木花雨的味道，倒地来抢 ，come on， 最后的78秒 ，CJ， 过，哎，这一下 ，CJ 快速带过半场，不然要8秒了，完了完，哎，走，走开，这一次 CJ 小打大，面对 Killer， 看看起诉。中距离，张成宇收下篮板，哇！好厉害呀，樱木花雨！张成宇关键进攻篮板，在三个对手面前犹如探囊取物。来自樱木花雨。Push the ball!
push it。41-32，九分领先，不到一分钟了。野兽护卫队要怎么办？庄镇，这下要传球，要出球，找到阿卜杜拉，看看10秒，阿卜杜拉三分出手，白金拿到在底线，真的有犯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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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这也有吗？三次罚球，现在对于野兽护卫来说，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希望你们能把握这次机会。底罚命中，33-41。第二罚也中，34-41。第三罚没有，但是有篮板，再次有犯规，又是米兰。米兰总是在对方的内线，一人和对方2到3人来抢篮板。现在这个篮板球收下的补篮造成犯规，又是罚球。同时，31号 ，No. 31 CJ fouled out。CJ 个人犯满下场，哎，我们掌声也给 CJ 好不好？感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为球队做出的贡献。换上 Philip， 两边7分的差距，现在落后的一方，野兽护卫队的14号米兰将执行2次的罚球。第一罚中，35-41，6分差距。第二罚也中，36-41，5分差距。犯规，犯规，犯规！看看要发球，这边给到中间。Make a foul。再转，这边箱子枪。Make a foul, make a foul。时间还在找犯规，这是第5次，如果再犯将执行罚球。Zipper, zipper。总的时间还有，这下发球直接发到对方手上。但是前场有一抢断，林阳没有把球完全抢下来，看看白金直接把3分未中，篮板球，真球。根据球权交换原则，这球是在还在前场，还有9.5秒，36-41，落后的一方来进行发球，给到庄镇，庄镇出手，这球投的过远了，最后菲利普保护下篮球。时间结束，恭喜 OKBO 方队拿下内战5-5决胜局。好球！好球！也要感谢野兽护卫队的所有队员，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谢谢朱宝宇教练、马布利教练，也谢谢裁判老师。其实我觉得这只是灌篮四的一个开局吧。对手肯定是很强，但是我希望我的队员也要充满信心，然后全力以赴的去挑战对手，去击败对手。然后很多球员都说你是有冠军体质和锦鲤体质的，对于这个说法你自己怎么看？还没拿够，只能说还没拿够。杨振已经极限的飞跃拉杆。阿卜杜拉面对的是黎阳，是 CUBA 最好的后卫之一。哇，你们看到黎阳的传球了吗？他就像一个魔术师一样。张志远爆破得分，被杨振，哇 ，Let's go，Let's done， 杨振点燃现场。丁超超巨表现。四分3分落下。
又是米兰，米兰总是在对方的内线，一人和对方两到三人来抢篮板。米兰跟进，漂亮！灌篮新技体验升级，右下角出现灌篮按钮时，连续点击等到能量满格，即可感受与球员一样的灌篮乐趣，快来体验吧！马布里教练呢？关于李阳这一场的表现，我看到您几次换人去防他。He's tough. He plays hard. He plays solid defense. He knows how to make the pass to the open players. He played well today. We tried different point guards to play against Lee Young, but it didn't work well. He was just aggressive and he was good tonight. He dominated us tonight. 首先就是李阳，他是一个就是组织型的一个传球非常好，视野非常宽阔的一个球员，所以就是他在跟杨振的这几个配合里面，他都是在人缝当中，然后去找到了杨振，就是可能就是闪光即逝的这样一个机会。别全胜，我们全败。我非常认可他们在球场上面的这个投入，不管是三打三的三个，还是我们这五对五的这些队员，你们真的是非常棒，真的。对，然后我想对我们队员们说，今天晚上所有的掌声跟荣耀属于你们，就好像我今天开场的时候说的，我们队的球员就是为追梦队而存在的。就没啥好说的，就今天就这一期吧，我整个就气焰嚣张。我谢谢我的每一位球员们，是你们给了我嚣张的勇气和筹码，谢谢你们。篮球场就是你们的舞台，你们就是最亮眼的 Super Idol。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加油，下一场继续赢。这一整天下来，我觉得特别为球员的辛苦付出就是为而感动。我他们真的有一些很多伤病，腰的腿的依然就是也没说啥。目前为止就是看到最精彩的一场比赛。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欧科莫方队的教练团将直接成为我们下一个阶段打外战的追梦队教练团。我们的野兽护卫队，你们将面临的是两个队内球员淘汰的名额，第三名的这就是灌篮队，你们将产生四个队内淘汰的名额。接下来教练和经理人大家商议一下淘汰队员的名单。我们在讨论啊，要开了我，不要放弃嘛。就即使他不淘汰我，我也会跟郭艾伦说，让他去把我淘汰掉。啊！踩脚了。我觉得我没有意义，说在队里站着这一个名额。站起来试一下，看能行不？打不了，打不了。啊！我问他，咱们啥时候能够恢复？他说这种情况可能得要一个月，就一个月这个时间，可能咱们这个比赛也就打完了。我觉得还挺难过的，就本来说想一起打个球什么，打个比赛。非常替他感到惋惜，但是没有办法。没想到他还受伤了，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希望我们队每个人都去全力以赴地去完成接下来的比赛。然后曹方呢，就我个人认为就别受伤，然后开开心心地去打球。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追梦的成军时刻。被拍到肩膀的球员，请上前领取属于你的追梦球衣。请追梦队教练团女领队可妮、经理人欧豪、追梦教练朱芳雨进行追梦球员的选拔。首先在你们所在的球队选择八位，恭喜张成宇。
我们一起商量出来的，就是说我们也要优化我们的阵容，在锋线这一方面，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在做出调整以后，是吧，也要加强我们的这个锋线的这个实力。恭喜杨正。挺开心的吧，就是能代表这个球队去跟这个更高水平的这个对手去较量，我就是感觉被认可了。其实我非常赞同朱总的布置战术，想要选身体条件突出，然后每个位置他们是属于这个领域里面顶尖的，这就是标准啊。我觉得朱总就是那种大将军，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排兵布阵特别厉害一个人，我就选择朱总要我选的。恭喜李阳，恭喜温家龙。那接下来其余的四人在第二名和第三名当中进行选择。米兰肯定有。恭喜米兰，恭喜江淮，恭喜白金。选择最后一个我们第一支追梦队的球员。